透过公测会得知我们的好朋友和歌山以及大阪介士在目前新冠肺炎当中相当缺乏一些防疫的物资，非常感谢台东县妇工会、台东县工商妇女协会以及东兰新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了我们日本的朋友需要的物资。今天您看到在后面这边做一个整理之后，立刻就会送到和歌山和大阪介士来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最需要的一线防疫物资，发挥人机几机的精神。当然我们也希望众神眷顾日本，让日本的疫情尽快解除，可以很快的恢复它的经济样貌，让我们大家共同携手迈向更好的明天。